走，我给你们按个摩呀、哎呦，你放下。哎呀，明天你把鞋穿上来干啥？因为我怕他捏我脚。我很舒服的。我给你们整点快速睡觉。我这个真受不了，我从来没捏过脚，我真受不了。那你试一下我。这个真受不了，这个差不多。这个下一个。不是，你如果从来没有的话，你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王冕啊，我们俩不错。你不可能不错，你看。我从来没让人摸过脚。哎，那我现在摸的是啥？这可是裹脚啊，真的从来没。哎，呀呵，呀吧，是不是还行？哎，呀呵。不行，走哥，我真的。要！那说明膝盖不好。哦，酸，这是对，酸，痛，不，这对膝盖好，痛，不，这对膝盖好，痛，真的对膝盖。哎呀，好，不，真的，你这样就这样。你好，刚才好像那个脚没有这一下，也是，而且这儿很舒服。要。呀哈，是不是你说是他们说的那种？姐，曹哥，你脚很舒服。哎，这个脚明显比刚才那个舒服，是不是还行？姐，你主动伸过来了。王冕，我们俩不错。这个炉子疯了是吧？怎么了？炉子疯了是吧？炉子疯了，炉子咋的了？炉子说，我精神不好。炉子疯了，炉子说你别整我，我疯了。加热不了了，加热不了，我拿微波炉给你。哦，你说这锅里已经哦，但这是热的，温的。这就铲下面的就行，一换就行。对，铲下，哎。这好，中间那个，哎呀，还有那个小鸡针是吗？没看到，没找着。我来挑挑。我来挑。鸡心，你看一眼就。鸡心。生来的花。我没跟上，我没反应过来。第一句，来一二三，生来的花。想要跟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无论是真是假。Yeah， 嘿，整点箍，整点卷。生来的花，你知道自己那个歌挺磁性的吗？今天之后不是，我就说设创作的时候磁性。生来的花。哎，一停下来，完了再弄着，我就生雷的花。现在我像神经病一样，其实就是想把整个东北人唱粤语的感觉融入进去。嗯，很洗脑啊。当然了，他那歌老火了。走，回来了。你们完事了？不，我们打下手来了。要不然这咋忙过来了？你俩？哎呦，这香菜都完了，冻伤了，不行就不要了。不，要，给他，先给他那个，放水里，把蒜头。大哥，看你不太像是能干活的人。我但是没想到他真的干得挺利索的。我
动作快，家里不是买的那个蒸汽那个，嗯，那个快。你说蒸汽的拖布啊？嗯，拖那个快，比现在这个好多了。那个就是干湿一体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对，完了我放点消毒液，每天就充完电以后拿下来，在那哇，哦，咱俩家好像也不远。对啊，回去，我不知道你在上海。阿姨不在家，咱蒜都找不着。乔苏回屋了，乔苏，干活了，我们回去干活了。叔叔阿姨们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